产业人物关心产业动态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丽娟。2019年产业人物杂志，我们介绍了一家非常特别的公司，它是支持 IC 设计公司，还有很多电子产品系统公司做出新产品的幕后工程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 Cadence。那这是他们总经理宋博安 Brian。这家公司呢，在迈向第二个30年的时候呢，他们承诺要对整个产业提供更多的 machine learning， 就是机器学习还有人工智慧相关的软体工具，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开发出更好的还有更省电的新的产品。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。这是 Cadence， 这些同仁们都非常可爱。我们去采访他们的那一天，他们大家就纷纷的举起了30周年的这个很重要的庆祝的这个 logo。那我非常感动，他们的同仁们非常热情洋溢。其实做科技服务的人，我相信都是要这样子的，不但要解决问题，而且要充满服务的热忱。这就是 Cadence 公司。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做2020年的产业人物杂志，请跟我们一起来为产业加油吧。